心小哥哥，你有太多的理由，勇敢向前走，你有很多的借口，潇洒跳个舞，今天你是主角，我们手牵手，阳光伴随你我左右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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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手牵小手，向着快乐，向着幸福，向着阳光，向着明天走，亲爱的小朋友们，大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从2006年起，由中国曲艺家协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全国少儿曲艺大赛后改为展演，至今已经是第9届了。我们大手牵小手栏目将陆续展播优秀少儿曲艺作品。在中国，良好的家风要颂扬，每家的家风传承不一样，有家风口口相传，挂祠堂，有家风；水墨丹青，跃然纸上，有家风；浩然正气，贯通思想，有家风；绣在了一个行李箱，白衣战士，驰援武汉在路上，三代人，为国为民是勇担当。接下来的这个山东快书特殊的行李箱，是一个新创作的作品。他是三代人跨越17年共同面对疫情的责任与担当。巍巍太汉遇英雄，代代英雄数不清，今天不把别的表唱一段，白衣战士驰援武汉抗疫情，春寒料峭畅至车站雪花飞，奔向武汉的医护人员正集中，看，人人都戴大口罩，手拉行李箱子匆匆行。时间紧，这行李箱子没有机会来统一，颜色大小各不同。这中间有一个箱子绣着字，针线脱落，断断续续的看不清。一看这个箱子就有年头了，摆在博物馆里能够当古董。箱后站着三个人，一个年长，一个年轻，跟这个男孩5-6岁，口罩捂脸，更显那吉利的大眼睛。年轻人是呼吸内科女医师，36岁，叫王婷。年长的是他老父亲，头发花白，腰板硬。男孩是王医师的宝贝大儿子，他把老汉叫外公。小男孩闲不住，好奇爱懂是天性，对着行李箱子产生了大兴趣，拉着箱子玩的真高兴。一会儿腿一会儿蹭，一会儿跳来一会儿蹦，想把它当成玩具做，想把它当成汽车棚。可是这箱子太旧，不听指挥呀，玩着玩着扫了兴。他再看别家的拉杆箱，个个都是好造型，有的绿，有的蓝，有的黑赖，有的红，有的高，有的低，有的能伸能缩，能伸能缩还是个多功能。小孩有话憋不住，不乐意的问外公：“老爷，人家的行李箱子正好看，为什么咱们家拿着个旧的箱子为我妈妈来送信啊？这箱子上的8个字用线缝的还看不清，什么抗击，什么重治，这是？哦，抗击非典，重治称称，抗击非典。妈妈不是到武汉抗击这个新冠肺炎了吗？怎么还用这个名儿啊？让妈妈拿着旧箱子，让人家笑话咱家有多穷啊！我不想玩了，没意思。王婷听了这番话，抓住宝贝的小手来批评：“不许这样给大人来说话，这箱子的来历有内容哦，是7年前我的奶奶，也是你太姥姥，送你外公抗肺炎，就是这只箱子伴随行。
王老汉此时心里很激动，脑海里就想过电影。是啊是啊，当时他老人家坐在轮椅上，指着祥子细听命，他说道：这是我亲手绣的字儿，表达我的一片情，忠志诚诚意义深呐。怎么家里有传统？你爸爸是位老军人，解放全国立大功，你弟弟参军在部队，唐山抗震向前冲，你今天到省城一线抗非典，相信你这仗一定能打赢。2003年战胜非典凯旋归，这行李箱我就把它收藏在家中。小宝贝儿，这次你妈妈上前线，工作危险任务重，一方有难八方援，这也是我的一片情，坚定信心同舟共济，这是战胜困难的座右铭。我是一名共产党员，党员应该打先锋，眼前国家有灾难，这回该轮到我了，我要带这只箱子随身行。这行李箱绣着先辈谆谆教诲，这行李箱装着咱家的好家风，这行李箱给我智慧给我胆，这行李箱让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，让我不畏艰险抗病魔，让我不获全胜绝不受病。想到此，拳头握得紧，此处无声胜有声，老汉看了热泪滚，激动地把女儿抱怀中。小男孩似乎一切都明白，抱住妈妈撒娇带哭声：妈妈您在医院，一定穿好防护服，妈妈千万不生病，我每天给您画张画拍照发到您手中，我长大也要当医生，和您一起把那病毒消灭净。这三人紧紧拥抱在一起，热血融入武汉城。喇叭响，开车时间到，王老汉抱着那外孙出力寒风中。小宝贝儿望着徐徐开动的汽车，张开双臂，摆着冻红的小手放高声：妈妈平安回来，一路顺风，多多保重。这正是白衣天使踏征程，心里想起了三代情，英雄辈出太行山，众志成城留美名。评书又叫说书讲书，在广东福建等地啊，那儿的朋友管评书叫讲古。是的，其实评书啊，在古代的时候叫说话，是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的口头讲说表演形式，从宋代的时候就开始了。各地的讲书人啊，他用本地方的方言来讲故事，所以就有了福建讲古、扬州评话、四川评书等等。像袁阔成、单田芳、刘兰芳、田连元等评书表演艺术家都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。下面这位啊，可是北京的董子畅同学，别看他年龄不大，可是啊，我跟你讲，口齿清晰呀、少年老成。他这段评书怎么样呢？他这段评书名字叫《三英战吕布》。话说东汉末年，董卓专权乱政，废立皇帝，使八路诸侯征讨董卓。董卓派出手下第一猛将吕布吕奉先挡住诸侯联军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小朋友分解。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，
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勃发渔樵江渚上，惯看秋月春风。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一篇《三国演义》卷首开篇词吟罢，引出一段《三国演义》选段《三英战吕布》。东汉末年，天下大乱，民不聊生，是群雄割据。有西凉刺史董卓带兵进京，名为进京秦王，其实啊是把持朝纲。十八镇诸侯讨伐董卓，兵发虎牢关，早有探马来报，报报报报报，禀报太师，大事不好。何事惊慌？十八镇诸侯在关外叫战，哪位将军替老夫分忧啊？末将愿往。从武将班中闪出一人，正是吕布吕奉先。我儿奉先若去，老夫无忧矣。吕布点齐了本部人马，套了道，三声炮响，城门大开，吊桥落下，一队人马他就杀出虎牢关。这吕布啊太厉害了，连上了三员大将，可就怒恼了北平太守公孙瓒。公孙瓒胯下马，手持金顶枣阳术，可就来到阵前，打了七八个回合呀，公孙瓒还勉强支撑得住。等打到第十个回合，公孙瓒支撑不住，他想，我哪是吕布的对手啊，虚晃一术，拨马就败。他一边跑，耳朵可没闲着，侧耳静听。他听什么呢？听吕布追没追自己。他这么一听，嘿嘿，还行，这吕布啊他没来追我，他哪知道这吕布他不是不追，吕布是有意放公孙瓒跑出那么三箭力气，就得拉弓射箭，放那么三箭就放出那么老远去干嘛呢？让公孙瓒知道自己胯下赤兔兽的厉害。一看差不多了，吕布用手一拍赤兔兽马脑门上那白月冠，啪，那白绒毛扑就炸起来了。感情啊，这地方是这匹马的命门，轻易不能动，只要一动，这匹马就像发了疯似的，四蹄能开，呜，那哪是马跑啊，简直是一团风啊，就追到公孙瓒背后里了，马头已经衔住了公孙瓒的马尾。公孙瓒一听后边风声响来，不好，呜，那方天戟又过来了。方天戟瞄准了公孙瓒的后心，离他那护心宝镜就差一头发丝儿。就在这时候，听后边有人喊了一声：“三晋家奴，休得张狂！你家三将军在呀！”什么东西狠狠的一撞，撞得方天画戟声。就是吕布，要换别人，这戟是非出手不可呀！赤兔兽往后倒退了几步，哒哒哒哒哒，吕布手定鞍桥，停弓画戟，举目一看，在他面前飞来了一将。见这员将，生的如同冰铁塔一样，头上戴着冰铁盔，身穿皂罗袍，胯下乌龟帽，手持丈八矛。他生的豹头环眼，是豹长刚然。来将何名？燕人张飞。吕布气往上撞，扑棱棱一抖，化砍方天戟，直取张飞。三将军不慌不忙，左脚一踹蹦蹬绳，右膝盖一杵飞虎战，往旁边一拨乌龟兽，当，用着大矛可就把方天画戟给磕出去了。二马盘桓，两个人杀在一处，杀了三十个回合，不分胜负。一旁观战的关羽、关云长一看，恐怕我三弟有失，胯下黄骠马，手持青龙偃月大刀，可就来到阵前。不由分说，大刀搂头盖顶就是一刀，
吕布赶忙用画戟周章他们一抬头，哟，见这员将面如重枣，卧蚕眉，丹凤眼，胸前飘洒五柳长髯，胯下黄骠马，手持青龙偃月大刀。吕布想起来了，前几日泗水关发来告急文书，上面写着呢，大将华雄被赤面长髯将军所斩，难不成那就是这位吗？吕布抖擞精神，大战关张二人，又打了20多个回合，还是平分秋色。这时候，在旁边观敌掠阵的刘备一看，我二弟三弟都在阵上，就剩我一人，我也得上。想到此处，刘备跨下马，手持双股宝剑，可就来到了阵前，加入了战团。吕布一看，哦，你们哥仨打我一个呀，今天我就跟你们一死相拼了。这一回虎牢关前三英战吕布，这四匹马就像走马灯呀，这鼓敲的是震耳欲聋啊，这鼓是越敲越有劲，咚咚噗，怎么没声儿？漏了，干脆不敲了，号角不吹了，这战场上是鸦雀无声，从来战场上就没那么肃静，不是肃静，这些个战场上的名将从来都没见过这么样打、这么样杀、打得这么凶、这么恶的仗，连眨眼都怕耽误功夫。刘备上去又打了20多个回合，打的是天昏地暗、日月无光。吕布现在可渐渐觉得手中这条方天画戟是越来越沉，越来越迟嘛。这时候在城楼之上，官邸掠阵的老贼董卓一看，哎，恐怕我儿奉先有失，来呀，鸣金，苍啷啷金声响亮传到吕布吕奉先的耳中。吕布长出了一口气，我呀终于能回去了。吕布扑棱棱一抖画杆方天戟，直取刘备。刘备往旁边那么一闪，这儿可就留出这么一个空档来。这时候关羽的大刀刚过去，张飞的丈八蛇矛枪还没到，吕布就趁着这个功夫倒拖着方天画戟是败回虎牢关。这正是一场大战虎牢关，画戟无双蜀奉先，更有桃园兄弟勇，三国名段永流传。传统曲艺传统长，古今多少好儿郎，勇斗恶龙来闹海，哪吒故事美名扬，流行歌里都有他，那句好像这唱，想你是你在闹海，哪吒闹海。
黄伟啊，在1987年那时候你几岁啊？6岁。哦，春晚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相声节目，叫《五官争功》，是由马季先生创作，并且和刘伟呀、冯巩老师共同表演的。四位演员呀、分别扮演耳鼻嘴眼，互相争来争去，产生很多的笑料。哎，接下来这个节目呢，也是个群口相声，名字叫《争先恐后》。谦是谦让的谦。春晚有个五官争功，
耳鼻嘴眼忙着争锋。今天文具盒里相互谦让，作文大赛谁是头功？嗨，大家好！这有人爱吃鸡，有人爱吐槽。今天我爆料，我叫刘小毛。哎，对了，昨天晚上我做了个美梦，梦见我参加全省的作文大赛，拿了个2等奖。哎，我的乖乖！我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作文比赛拿大奖，小毛你很牛。二，哎，我的乖乖啊！你们是夸我牛，还是说我二啊？那当然是二了。啊，您不是得了2等奖吗？二。哦，对对，哎，你们是谁呀？我们是牛。最新最近最刚最野最新在乎最懂你的朋友。哎，我的乖乖，这些朋友都带着小喷壶来的。小毛，往这看，我是你正直善良的铅笔。我的乖乖，你是笔笔。嘿呀，我是你洁白无瑕的本子。他是本子。嘿呀，我是你厚重有型的课桌。哦，课桌。那还有我呢。你是？我是你调皮可爱的橡皮擦。橡皮擦。萌萌哒。嘿呀，萌萌哒。我的乖乖，原来你们都是我的学习用品啊。错，我们不是用品。那你们是？我们是您。最新最近最刚最铁最新在乎最懂你的。停，我可不想再洗脸了。说吧，几位朋友有何贵干？小毛，你这次拿了作文大奖，这叫做喜从天降。是来大喜大。对了，喜刷刷喜刷刷喜刷刷。谢谢大家呀。但是小毛啊，听说你是你们班的数学科代表。对呀，我代表好几年了。你一个数学科代表，在全省的作文大赛拿奖，你不感到意外吗？意外？看看，意外才怪。高尔基有句名言。高尔基怎么说的？乡亲们，不要放松学习，因为学习能改变命运。啊！哎，等等，这是高尔基说的？这是我楼下卖耳机的高叔叔说的。这么个高尔基啊！开个玩笑，我一个数学课代表拿个作文大奖，有什么意外的啊？行，没毛病。小妈，我们就想问问你，这次获奖，你觉得谁的功劳大？对，谁的功劳大？那当然是语文老师。啊？语文老师是领航员，为我们指明方向。还有呢？还有科学老师。啊？他让我充满想象力。还有体育老师。他让你书写有力是吧？对对，就是这个。小毛同学，我觉得你这次获奖，要是没我们的帮助，就好比是孙悟空朗朗学钢琴。孙悟空朗朗什么意思？空谈。从湖南到河南，怎么讲？难上加难。啊，小毛，要是你这次获奖，第一功臣应该是他铅笔了。哎呀，没那么好。他铅笔有什么功劳？据了解，这支铅笔来自民间。对呀，他是我从跳蚤市场买回来的。所以呀，从跳蚤市场跳回来的，这叫接地气儿。对了，接地气儿。哦，对了，他是铅笔，相当于你的新闻代言人。代言人。哎，你昨天题目叫什么？
新时代的新少年。是，是是是，新时代的新少年。继续呢？梁启超先生说：“少年强则国强。”是，是是是是，少年强则国强。红日初升，铁道大光，河中伏流。是是是是是是。行了，你摔马桶啊？哎，怎么是的？怎么是的？你见过这么帅的马桶吗？小毛啊，嗯，要说你这次获奖第一功臣，应该是抄作业本了。天哪，做的不够。他作业本有什么功劳？小茂哥，你这次获奖他的功劳多，说来听听。你要是不信，听我往下说。说。你想说的想讲的新时代新少年，除了他本子你写在病斗，好嗨哟，好嗨哟，好嗨哟，太嗨了，肉里不在身高，你们说的都不准确。小毛，嗯，我觉得你这次获奖小叉子功不可没。妈呀，话怎么说？那叫谁呢？马克吐温写过一首诗。哎，马克吐温怎么写的？啊，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啊，个子不在大，有奉献就行。啊，这是马克吐温写的。啊，是我以前的主人写的，他姓马，这马克吐。温州人。谁？当领的，当领的。他虽然个子小，当着功劳可不少。当你作文你写错，当着急得满处跑。当等他一出现，当喜擦擦喜擦擦，喜擦擦喜擦擦。是什么？橡皮擦就是你改正错误的代表。所以真。咱们中国嘛，是礼仪之邦，谦让是美德嘛。哎，对对，还是小孙子懂事儿，谦让是美德。但是再谦让，也要实事求是嘛。要实事求是。小毛，嗯，你这次获奖，做事最大的事在课桌哥哥。啊，小叉子，我没。住嘴！我虽然个子小，但我眼睛大。啊，大眼儿啊！是我眼睛视野大，唐僧取经靠孙悟空，姚明成功靠篮球，麦当劳后扎土豆你不讲，靠在桌子后后中用力。那不对，是小叉子。对，是叉子，是叉子，是叉子。拉呀，谦让是美德，但不是拔河。把我当中心点了，有意见一个一个说。说，嗯，什么？啊，我对你有意见。行，你看人家本小姐，那形象，那气质，可你身在福中不知福，拿起铅笔在她身上，咔咔咔咔，使劲乱写。疼的小本子妹妹伤不起，真的伤不起。你伤了，伤了，伤了，伤了。行了，大合唱啊！刘小猫，我要曝光你。曝光？是是是。有一次啊，他考试才考了33分。他太笨了。他威胁恐吓加诱惑，想让我把33改成44。姐，这难度有点大吧？我是一支传播正能量的正义之笔，你这个套路对我没有用。再一个，结果你这个橡皮擦还跟他同流合污，一写错就擦我，一写错就擦我，最后我只能投降了。姐，我也是从跳蚤市场跳回来的呀，吃人饭受人管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他写错还帮忙敲桌子，还是本子，你赔我。
白马。行了，现在两袖清风了。不经历坎坷，怎么成大事儿？啊！不经历风雨，怎么进彩虹？啊！我说句公道话，这次获奖，大家都有份儿，贡献一样大。耶、yeah! ！下面我宣读获奖通知。掌声鼓励！获奖通知，获奖通知，刘小毛同学，刘小毛同学，祝贺你的作文《新时代的新少年》入本次大赛二等奖，二等奖。特别说明，特别说明，本次大赛只有一名二等奖，一名，其他都是一等奖，其他都是。一等啊，最后一名啊，还得努力呀、啊。对了，继续加油！电视机前的小朋友、大朋友，今天的展播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希望您下一次继续关注。相声、小品、快板儿、舞曲，噔噔噔噔，评书。笑话儿，说唱艺术，东西南北中，军情看，少儿曲艺展演，小。